花莲现在的忠烈祠就是日本时代的花莲港神社。本地里面供奉的是天照大神、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开拓三神。现在经过这个上智桥，以前是吊桥，并这忠烈祠了后，改拜地神公刘永福加邱逢甲。刘永福，阿伊唔是阿伯阿浪讲起。啊，我卡是呢，啊，台湾遮尔啊侪好所在，所拜那毋是日本人，啊，无着中国人，啊，请问诶，啊，台湾遮尔啊侪伟大诶人，开拢毋拜咧？你啊想，我来遮世界看看诶，啊，当然就是要画出来，多谢收看。